你卡的一时半会也算不出来了，看车价多少，看你优惠过后的车价，然后再算保险。想知道保险多少，宝贝左上角点头像，点头像去在线咨询。你猜猜这款车的安全带是什么颜色啊？觉得是黑色的话飘个一，觉得是黄色的飘个二，觉得是绿色的话飘个三，给我看一下啊。觉得是黑色的飘个一，觉得是黄色的飘个二，觉得是绿色的话呢飘个三，给我看一下。你猜猜这款车的安全带是什么颜色？安全带，这款车安全带是什么颜色？黑色飘一，黄色飘二，绿色飘三啊，加8.8万的赞了，然后好多好多小爱心和灯牌了。欢迎大家来到凯莉直播间哈，现在直播间宝子们左上角听车输入跟主播点点关注啊，然后我公布答案先，然后你们看看回答对的问题宝贝有多少个吧，等一下再给你们一点机会再回答一下。猜猜这款车，这款车它的安全带是什么颜色的？先奖励一波小爱心跟奖励一波玫瑰花的宝贝，奖励一波榜一跟小爱心的宝贝吧，好不好？有意味吗？我都已经提醒了这么明显了，就是这款车的安全带是什么颜色的啦？欢迎大家来到凯莉直播间哈，现在直播间宝贝的话呢，左上角轻车输入跟主播点点关注哦。万水千山总是情，点个关注行不行？问世间情为何物，不过双击屏幕点点赞哦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猜一猜这款车的安全带是什么颜色。你觉得这款车安全带是黑色的飘个一，觉得是黄色的飘个二，觉得是绿色的飘个三啊，绿色的飘个三。现在直播间宝贝的话，左上角不要忘记跟主播关注点起来了啊！问世间情为何物，不过双击屏幕点点赞哦。谢谢我们家宝贝小哥哥送的墨镜哈，一身。万水千山总是情，点个关注行不行？现在直播间宝贝不要忘记左上角轻车熟路跟主播点点关注哈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不过双击屏幕点点赞哈。来，我们现在来公布一下答案了。这款车的话呢，它的安全带的颜色的话是绿色的啊。看一下领克03加的话呢，它也是跟车身颜色一样的，所以说领克05加的话，它这款车它的安全带也是跟车身颜色是一样的，看到没有，绿色的啊。猜对的宝贝的话是3，绿色的安全带，而且的话呢领克03加金色的话就是金色的安全带了啊。看到的宝贝要积极的飘666，知道没有？看到这个的宝贝要飘666，帮主播加一下人气，不要这一波来了又来下一波，下一波它是10万的赞。没看到宝贝的话是飘999啊。欢迎大家来到凯莉直播间啊，现在直播间宝贝左上角轻车熟路跟主播点点关注哦。老实一点，不要那么狡猾，不要像凯莉一样老奸巨猾的啊，你要老实一点啊。这个时候很喜欢它的一个撞色设计，撞色设计其实这个黑色跟绿色的双拼缝线我是很喜欢的，座椅的话跟门把手全部都是黑色跟绿色双拼缝线，后排的话呢，而且还有两个 USB 接口啊，还有一个充电口，苹果的一个 USB 一个苹果的充电口，来，特别的一个智能化。05加只有这个颜色，没有其他颜色，或者你可以去贴车衣啊。05的话倒是颜色挺丰富的，可以选择。目前我们这款是有现车的，宝贝。05加这个绿色是出了名的一款特制车漆的绿色啊，很多老铁想去贴车衣都贴不来。你们有没有见过哪个豪华品牌有这个颜色的绿色？知道吗？某个豪华品牌有这个颜色的绿色。保持态，是不是我揍你啊？我说哪个豪华品牌？豪华品牌，听好了没有？这个轮毂是多大的？你们猜一下。这样子，下一个问题，你们先去研究一下，让你们猜猜，因为我已经介绍过了。你们猜猜这个轮毂是多大的啊？Lamborghini 这个话还是有点道理的啊，是的，跑车。9万的赞了，宝贝，来，你们猜猜这个车的轮毂是多大的？
这一款的话，它是一个马牌的，不对，它是米其林的啊、哦，米其林的 PS4 的轮胎，米其林的 PS4 的轮胎。然后的话，它的轮胎胎宽比，我看一下，胎宽比是特别特别的宽的啊、哦！操他大爷的，不小心蹲下来了，我真的是服了。我一蹲下，我发现对面有人，早知道我就不蹲下了，疯了。我蹲下发现对面有人在看，然后很尴尬，常常我就不蹲下来了，尬到了屏幕以外了，真的是，你刚想说我尴尬，这现实真人呐、啊，那是真人呐、啊，尬得我，啊，好气，早知道我不蹲下来了。你们去看一下数据，这个轮胎是，这个轮胎是多少寸的，真的是，求你们了。